Hello，哇，小雨你出现啦！最近才在喊说你都消失了欸。右下角小地图要怎么跑的时候消失啊？我好像动到了什么东西，我不会用欸。风好大哦，吵死。感谢墨雪的300颗星星。欸，右下角的，我忘记我动到什么东西。右下角跑步的时候地图一直在欸。是护照吗？编辑不是地图哦，这个有了有了有了，消失了哦，被作业压扁了。我们还以为是你对这款游戏没兴趣了，就消失了。辛苦啦！我看一下哦，OK。可以送我有用的东西吗？循环扇欸。应该先出门买喝的，再开台的啊！买东西。1000颗，哎，是下过雨了哦，都浇过花了哦。哎呦！哎，我问一下哦，如果我没开游戏的话，游戏内下雨的话会算在内吗？因为我刚刚才开始开这款游戏啊，昨天新的居民找得如何？找到3点多，一直都是一些很夸张、花色又很恐怖。哎，我遇到4只狮子吧，然后
关塔以后啦，遇到狮子，遇到那个袋鼠、河马、鳄鱼。蛮累的。然后轮胎这些都要改掉了，都要。又在跑了，又在跑了，又在跑了。白痴哦！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一定是给我粘土，这样想就好了。那昨天你看，板子到这边嘛，挖又挖到这边来了，我的天！那这些今天都要整理整理了，我导评价超低的、欸。等一下哦，今天要玩的游戏出炉啦！浮雕测验好哦，我想说那个是很大的星星碎片，对不起，那个是雨伞，吓到我了。我想一个，哇，好大的星星碎片啊！哎，轮胎这些应该就没新的配方了吧？就只有那个什么三个轮胎叠在一起的，或是那个轮胎椅子而已吧，没了哦。那我就要开始整理喽。那化石这个，赶快叫团团他们来拿走。原本有音乐的啊，哦，有啊有啊，漂亮衣服，你先截图给我看好不好？我看一下我没有，然后有的话我看一下我缺什么。
你那是什么啊哥？好雾哦，对不起，看不懂。那个我好像有了哎、欸，是童话吗？童话应该是有了，感谢感谢。看一下哦，不是女仆。啊对啊，童话风洋装嘛，有了有了，感谢。哎、欸，他不能送东西了，是不是？感谢封建的50颗星星。哎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啊！我还你你的那个好了，我去拿你的油灯回来还你。我还你油灯。啊，算了，给你开水壶好。哎、欸，不，找到了。好像是我可以送啊，开水壶。我还你油灯。
哇，所以不能送人家送他送过的东西哦。而羊呢？山羊呢？我去看水族箱了吧？不是水族馆了吧？看一下哦。啊，你在那边啊？有人要樱桃地板吗？到地毯啊，讲错了。打哈欠了。要不要？啊！什么吵架？有个岛民，我的鸡，因为我的那只鸵鸟一直叫那个乌龟熊妈妈，然后搞得乌龟熊很生气。什么无尾熊？无尾熊说那只鸟本来就没有穿裤子，哎、欸，哦，
他好久、哦。哎、欸，他、啊、怎么起来又坐下了？你要这干嘛？这是一次给还是一个一个给啊？哦，一个一个、哦，太佛心了吧！这游戏，你好了吗？哦，你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作戏啊！我就等你，反正我现在没事做。安安哦。啊，等一下，我白天的药没有吃，我去拿一下。我的维他命。维他命真的很臭哎、欸，吃药喽！有刷到好的岛吗？昨天哦、喔，刷到一只叫做小酒窝的，就不刷了，太累了。昨天花了好像快20张票吧，哎、欸，不止哦、喔，好像有超过20张哦、喔。等局吧，局要进来。
小酒窝不是青蛙啦，小酒窝是一只鸟啦。傻眼，叫错。我觉得矿物的量有点太夸张了，应该真的要处理一下了，随便做个东西卖掉，就都留个五六组下来就好了。火箭吃死吧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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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喝完了没？你喝有点久哎。哎，你看还看太久了吧？你赶快起来，我送你东西。哪个啊？这个可爱玫瑰花婴儿铃声音。短裤是等一下哦啊，刚剪完片想说直接去睡觉了，可是今天有点热，睡不太早，电动滑板车收起来。哦，看来睡衣要隔天才能送了。
啊，我们等局过来，局过来之后，我们再开始忙事情呗。那首先要等我们的柠檬娜起来。柠檬娜，你要做多久？这位小姐，用餐时间到了。你喝太久了啦。哎、欸，最佳好友，怎样？你没有？请问这样意义何在？他跟我们跳的啊，呜！好了，我们的局马上要进来了。哎呦，这里就这一片白玫瑰田。啊！气死！你还有一堆药吗？来啊，你过来啊！你的一堆是多少啊？听起来好恐怖哦！
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起来嘞！骗我，明明就不好看！哎、欸，我真的不能相信你们的审美观的，天哪、啊！哇，我觉得这个还好啊。完了，我忘记我不能相信你们说可爱跟好看的定义了。我们的审美观是不同。好像是 MG 的吧。哪里可爱啊？我就不答哎、欸。狼很可爱啊。橘在右边，右上。你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没有新表情哦，按 Y 全部。这张不补吗？这张都是昨天开台前一直在弄的东西，弄不好，啊，最后就是边开台边用。可爱吧，很可爱哦。他凶了点，可能会咬人，可是很乖，很可爱。啊，我还插一些地灯啊，想说布置布置的。马婷安安，有哈，有学到哈。我有啦，我要回房间拿而已。你等我，你等我，你等我。地灯什么颜色？你有什么颜色？现在有白色、蓝色跟红色。那蓝色还是紫色啊？我没有注意看呢、欸。我仓库好满哦，怎么那么多东西？嗯。
你有紫色，你有八个颜色。哇，好啊，那牛奶给我紫色，你那个有没有黄色？打起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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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等一下再去地灯看一下，反正紫色等一下是牛奶寄给我嘛。变装。裤子。然后。点点是什么？鞋子。好恶心，好像 男生穿女生衣服那样，改变形象。你在哪里？臭橘你在哪？臭橘你在哪？好，你过来。垮的。对啊。
他身体旁边有车缝线呢、啊。我的那个腰旁边有车缝线。哎咻！啊，我还没画我自己的啦，还没。每次要画自己都拖特别久，还没弄。安安。阿朗哦，你继续，你去种啊，就是接出来有多少啊？还是你就种在旁边一条线？朗儿来。那你就这样子种吧，先把它包起来啦，这样包起来。所以服饰店不是等刺猬来三次哦。局说买2000块就可以变服饰店呢。嗯？怎么了？然而干嘛不中？盖满满没有啦。你现在你有多少个？要买够钱哦、喔，啊？要买多少、啊？每次都要购物，我有买啊。每次都买3000块是不是？我2000块是不是？你今天买了什么啊？干，我今天好像都没买。
哇，那我服饰店要再晚来了，我上次好像没有来来聊天。糟了。要全买吗？这很丑哎、欸，不是很丑啊？你就包，你就围着它包吧。因为我没有要全部都摆，我哇，那34个很多哎、欸。家里还有一些，应该不用那么多啦。那你就对过去，然后这边，你就把它包起来吧。记了，好，感谢。啊，下雨了，我的天。那橘色吧，你要什么？我看一下哦。看一下哦，有点长。嗯，你那你寄给我一个粉跟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颜色啊？牛奶给我紫色了吗？那粉跟橘吧，那你给我一个粉的跟橘的，因为我看不到这是什么颜色啊。我看我 ATM， 我现在不能看啊，我要等他们走啊，不是吗？我现在看得了吗？阿亮安安。
好啊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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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可以耶。哦，吓死！哎、欸，菊，不要用剪套回家，会回溯，很危险。你用剪套回家，如果你左上角倒数计时没有人关掉的话，会回溯，很危险。啊，我们都有在群组说善用，不要用剪套回家，用机场回家齁，还在那边用剪套回家。小物件，嗯，地灯是小物件吗？欸，什么笔画排序选择啊？要骗我哦，明明就在这里骗我。好，现在有粉色，这啊，请问什么？哦，粉红色、蓝色、浅蓝色哦。原来是粉红色哦，我的天哪！那你给我有什么？对不起。什么？那你给我白色跟橘色吧。给我橘白。原来这个是粉蓝，粉蓝哦。还是这个是粉蓝？啊不，这是绿，这是蓝。哇！绿的地灯吗？不用。
记了。没有哎、欸，哦，谢谢。晚点吧，晚点吧。准备走啊，走去哪里？哎呀，你打什么？你是要回去了吗？哦，那拜拜，我们去钓鱼吧，我们去阿亮家钓鱼吧。啊，睫毛没改到。哦，没事啊，因为我还没弄完，我自己还没弄完啊，好困哦，好困哦，好想睡觉、哦。哎、欸，干，要多一件，他又送我一件多的。我连把多的全部丢外面好了，我要干嘛？那难道这一件是女生在穿的吗？男生不能穿吗？怎么那么偏心啊？啊！我就想说，我记得我有了，这道好像在居家买的吧？等一下哦。
我先把一些衣服拿出啊！靠，哇，好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啊，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！奇怪，到底在忙什么？今天状况好差哦，怎么了？干嘛？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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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我说是绿毛虫啦，用冰箱，不然换这个啊，橘，你看好。不要问我插在哪里啊，就是他们送给我的哈。好，等一下、哦，王子衬衫，这应该重复的吧？放到口袋，放到口袋。不是，可是等一下会说，啊，那可以重复啊，你怎么不放？啊，有些可能就是你要存进那个变身棒里面，就会把你衣服吃掉啊。所以有些这个是要送人的，萝莉塔连身裙这个也多的。这也是送我的。啊，喵哈！你怎么多送我热狗的头？笑。好。你要和服吗？款式是我身上好乱啊，等我一下。
哎呦，感情这么好，这给你。不是，不是，王子衬衫，好像会崩欸，马甲背心，两件式款 T。给你网帽。没有，这个是要给这只鸟的，等你归类一下哈。给这只鸟穿的。大哥，这两件送他好了啦，你等我，去远一点地方。你多的衣服都给村民穿，不是，我有些不敢给，有些我怕衣服穿上去太紧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就给那个我的食蚁兽穿一个，觉得他好紧哦，好对不起他哦，我感觉都要。他快窒息了，你知道吗？垃圾。啊！反正今天是要给他鱼包包的，按错了。再来，空气循环扇。啊，这个头套他们就不能用了，忍者头巾也是啊。这两顶有谁要啊？村民不会穿。毛饰品，也是
子弹、衣服、斜背包。好啦，开始今天的每日啦。要下车回家了，等一下回来。好，马婷拜拜，马婷拜拜。小熊熊，啊，我送 HTT 好了。装置在这。啊！不不，不小心踩下去了，会不会痛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讲哦，千万不要给布布填充玩具，他会拼命去攻击那个玩具。我之前只要就是它太热嘛，我就放一个结冰的矿泉水保特瓶在里面，然后外面用一层毛巾包起来。结果嘞，它竟然给我把毛巾咬烂了。哦。哇。失策，应该往这边移一点的欸。这样就可以放熊熊在这里了。装置，哇，这熊熊很可爱。装置，矿挖到哪一个了啊？哦，又重复了，有没有人要？有人要粉色搭白色的沙漏吗？哪个？你说沙漏吗？粉红、粉色跟白色的沙漏，我已经这是第三个了、欸。你要吗？我脚被蚊子咬了。寄送。
他竟然跑到最下面去了 ，HTT。等一下哦。妈的！刚水里传了一个贴图给我，我想说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，被他用一个贴图凶了。然后没有，他说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贴图，白痴，寄送。朋友。好，主机没电了，忘记充电哈。不是你刚贴那贴图，我想说靠，我做错什么事情，把东西不小心卖掉吗？被你笨了，那吓死我了。啊，张婉婉是要什么啊？啊，需要衣服齁。你看，每人一件同的吧，睡衣，那个婴儿衣。你竟然还了最后一期？对啊，我是实体版的。吓到了吧？这就是乞讨的威力，以及人脉的威力。
哇，这也太贵了吧！当时送我这个人是想不开，有12000哎。可爱梳妆台，可爱落地灯，可爱可爱可爱。平衡。哦，最近是达到这个哎。告示地板。嗯，地灯好，剩下有白色、橘色、粉色、紫色、蓝色、浅蓝色，然后没绿色。好，缺绿色跟红色嘛？246，对，缺绿红了。他说摆一个在广场啊，有照落地灯。你想要厨房系列的，是我送的，送完心痛，白痴哦、喔，为什么送那么贵的啊？水里你要什么？厨房什么？你跟我说你刚看到什么，我去弄。儿童座椅。你看，我好想要做很多这个，可是这是要学的。抱着。干，这更贵，23000呢。你有什么？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哎，我有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、欸、在哪看啊？保温糖果、洗脸台、玻璃盆栽、玻璃台。不好意思，刚入手 NS， 想问大家，数位商城区域是选香港还是日本？商城区域，我记得那时候大家是选澳洲欸。麦克风来一支，等一下哦，麦克风。你知道直立式麦克风还是直立式吸尘器？两个都可以唱歌啦，只是一个音量大，一个音量小。你要哪一个？你要这个、喔？那我送了哦、喔。选择送礼。干不是啊，等一下是谁要麦克风？嗯，随意哈。等一下哦，还有谁？靠腰、喔，谁啊？雪峰，去你的！哇，乌克丽丽是用做的哦，烤吐司机、烤肉、纸老虎、纸箱、房车，对啊，雪峰用赖贴图的，感谢莫言的10颗星星，玩到了哦，没事，迷你生态池、酒精灯、马林巴、马桶。
你想马桶不要用这种的，用无水箱的比较好玩。加速，动物声友会，捐管器，望远镜。哦，这个是我好像早上捡到的吧。然后面子盒这个我送的杰克一大堆。哦，这可爱耶，我买一个吧，嗯，买一个自己用。野餐篮，哎，白痴，搞不好我自己有了，哎，啊。怎么就这样不小心埋下去了？水里，你要麦克风吗？水里，你要贝卢还是麦克风？你选一个。厉害吧，我有两只麦克风哦。要哪一个？牛奶是要贝卢吗？看一下哦，在鱼竿下面贝卢，牛奶要贝卢哦。你都要？没了啦，一天两个啦。不然你就要提醒我，你要提醒我欠你什么，欸，贝鲁贝鲁贝鲁，浅木色合适宜，浅木色合适。但你们怎么会记得你们缺什么啊？你要告示牌，欸，干不是啊，你们应该要通通让我去摸一轮才对吧，你们把你们好看的家具都丢出来让我摸才对啊。野苍兰，野苍兰，然后那个谁，雅雅是要什么？过头了吗？雅雅是要什么？你要不要改个布布照片？什么布布照片上去？不要，那个那太小了。你去找我领，你找我领干嘛？你找我领也是要明天才能领到啊。哎，比特兔。那个你还要什么啊？你还要缺什么衣服吗？你有的话你赖给我。又要你拆家吗？来，请拆，谢谢。你要什么？雅雅，你刚说你要什么？不见了。浅木色的和氏椅。我和氏椅在很上面吧？是吗？这个，哦，送礼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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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也太下面了吧！你说很久没有送我东西了，你看跑到我们下面来。你要来摸贝卢？好看都寄给我了，
我不知道我被炉是去别人家摸的还是自己有的呢，你要小心呢。日式船它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日开头的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橘我没有哎、欸，我只有日式床垫哎、欸。那、啊、如果那你就给我，不行啊，你要也是明天才能给吧。然后给一给，明天大家都忘记什么缺什么了。刚到哪里？刚刚才送，是很久没去你的岛。干，等一下，你要不要先记下来？你知道橘你是说什么？橘你是要这个吗？23000呢、欸？23000呢、欸？你是要这个哦、喔？你知道这个是狼蛛婆婆在睡的呢、欸？你知道哪一个矮柜、屏风，还是那个？你给我钱，我的天啊！我要动身 Switch， 为什么你有？动身 Switch 是这边买的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会卖 Switch 呢。啊！啊！我可以线上购物了！哇哇哇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开个记事本啊，等我一下哦。嗯，动身。东方怎么个屏风矮柜床贴文傻眼呢？等一下哦，那我们在外面购物哈。是看外面购物的感觉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离线就会不安。这个啊，那个 HTT 这边。哎，动物岛是不是有了啊？这边有机会卖到 Switch 啊。干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画个分隔线，你们先去讨论好，讨论好之后再说你们没有什么。把你们之中谁有了就是互相用嘛啊！我再去给你们没有的啊！动物岛我有了吧？这动物岛又很好听欸，我想要多买几张存下来。你想接网购的任务，那你把我觉得好看的寄给我，不要把你觉得帅气好看的寄给我，拜托，我要的是可爱，不要给我一些恐怖的东西好吗？可爱很难吗？请问，其他，哎呦，动物岛有了，哎，我寄了两个好看的东西给你了，不用谢我了。IHTT 你要什么？买给你啊。
你想要加购动物岛？我想要加购哎，动物岛真的很好听哎。送礼。HTT 你看哦，我们多久没交集了？你竟然在最下面呢？加购动物岛。我也想要，没事，因为我想要摆一台在那个柠檬娜的门口给他唱歌。你有看到我寄给你的吗？不用谢了，靠呀！如果你把我买给你的东西寄给我的话，我骂死你！跟你讲，我买了，我买了没？好买了，然后看一下哦，这边可以再买 CD 哦，白痴哦，那我干嘛买给你？浪费，不是啊。我讲什么？有没有我没有的啊？我的乐器好，我的这个好少，专辑好少。那刚刚还有谁？那个谁？贝卢寄过了吗？那水里的是，靠，水里你我欠你什么？你家没出过动物岛，好啊，干，你要什么？忘了，被掳而已吗？白痴，我用家具看啊。两只麦克风，不是我寄给你什么了？我只有一个直立式麦克风给你了嘛？另外一个麦克风我给了吗？过头了。我们刚刚看到哪里？我们刚刚看到贝卢。哦，我记得是鱼嘛。那这边不用看，无水箱马桶。请问还有人有别的款式的吗？有黑色、白色跟蓝色以外的款式吗？有没有粉红色的啊？然后复古还没有，复古还没。有没有复古麦克风啊？寄给水里啊？水里缺一个这个，有没有那个？水里需要麦克风。需要这支麦克风，还是我寄给谁？寄给风？不能风间，风间今天快满了。还是我寄给雪峰，雪峰寄给水里啊？如何？那我寄给雪峰哦，送礼。B， 抓，因为雪峰是最少从我这边拿东西的，还有 M， 转给。M 有说到什么吗？我刚刚稍早有看到，他好像有说到什么五颗梨。按错了。你这边有哦，白痴哦。
退出。岩笑有很多马桶，可是岩笑就是不跟我当朋友啊。好多错字。哎，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要在家里买东西，好安静哦，安静到我差点以为我的游戏是当机了。来这边听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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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你看这样，没有雨声又可以消费哦，完美。要什么乐器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等一下把乐器通通摆出来吧。等一下复活节。我觉得这很棒哎、欸，这还有另外一款式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有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有没有要白色的啊？自然、棕色、白色，矮屏风，这个是我第一天打到的，第一天射汽油射到的，那就是 M 他们送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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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又要白？哎、欸，有没有其他颜色的？这个是那个杰瑞给的。啊，问杰瑞好了，杰瑞我还要红的。跟杰瑞说一下哦。杰瑞，我还要熔岩灯。红的，你在等蓝色菜单？问一下哦，黄金博那个谁，然而要黄金博。封建是有什么？你要白色菜单，好啊。哎、欸，那等一下我寄给你白色菜单，你再弄给水里吧。送你。你看，债务还清才能这样子玩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蓝鹅的给了，然后咧熔岩其他色，好、啊，我要，你有什么颜色？玩一下哦、喔，我好，随意的结束了，蓝鹅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熔岩灯，菜单也要一个，你要哪个？白色。不是啊，哎、欸，这可以寄，这钱是不是可以先放包包，然后寄给我啊？你们自己给我钱呢、喔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应该没了吧？你有黄的，你熔岩灯也满色，那你寄给我除了红色、粉色跟黄色的，那封建我要。没关系，封间给我黄的，封间给我黄的，我相信封间的东西没有雪峰多。这个我是不是去谁家拿到的啊？
我是不是去雅雅家拿到的啊？摸到的。哎、欸，这个我买不起哦，不好意思，个十百千万，我才14万哦。好，车员先走了，拜拜。哦，难怪那时候我看到有人说什么有和服，什么有和服可摸，然后一趟要2个黄金哦。你要地灯还龙岩灯？先地灯吧，龙岩灯，龙岩灯不急。哎、欸，那你要帮我记好小抄哦。哦，你说要摸的，然后我就顺便去摸了，是不是？对耶。猫砂，猫砂，有人要猫砂吗？2个黄金太贵，没有，它是有整套的，它好像是有整套的和服，然后是说可摸、去摸整套和服，然后2个黄金这样子。猫便盆、猫跳台、办公室桌子、办公室椅。要买和服价的一人一个号，搞定，我 ATM 门设。真的假的？啊，是不是有人要点唱机？因为我那天沈阳杰瑞吧，杰瑞，杰瑞是不是要点唱机啊？教主有首播吗？啊，对耶，首播又忘记看了，等一下。哦，那我们就去看岛民，然后挖铁，就这样子，是不是很平啊？靠，不会真的是吧？我们回来，等一下再继续。狼蛛怎么抓？没抓过啦，没抓过啦。啊！哈哈哈！等一下，哈哈哈！完蛋了，是不是？哈哈哈！我以为来得及耶，他已经跑到旁边来了，可恶！怎么挖洞啦、啊？这已经是多久以前的啊？白痴哦、喔，为什么按到 A 了啦？干，我完蛋了啊！哎呦，去点到耶，龙二哦。想到每一个都8000哦，好好玩哦。第二，啊掉，好好玩哦。我刚刚看到我滑嘞，我傻眼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滑嘞，我怎么自己都没有这样玩过啊？再嚣张啊，嚣张一下嘛，奇怪耶、欸。嘿，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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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可以精华了，又可以精华了，我的天！11天以前的事情了，我想试试看呢、欸。那这是轻松生存的时候，
的晚上。算了，我不能试，我指甲会抠到。这边超扯的。我竟然跑过了，我的天哪！你看这边是，这边四只哦，这边四只狼蛛哦，他小了。哎、欸，我是来狼蛛岛之后才会这样子玩的哎、欸。靠！靠！靠！我刚就是怕那个事情发生。哎呦！兔窝是谁？家里有妹妹。哇！在看聊天室，我记得这边我在看聊天室。看多屌啊！我就说，你看我用网子哎、欸，我用铲子把一只一只狼蛛敲晕带回来的。我为什么把床放这边啊？九口你不知道对不对？因为进来的人都给我滚进来跟滚出去，你看，滚进来，滚出去。你不知道今天他们一群人冲进来许愿，每个人都在滚，这个多好多可爱啊！什么真的很变态啊？哎、欸，他们今天一群人冲进来玩，你知道吗？雪峰是叫我等到那个啦，有昆虫商人再来卖它。那我先把它藏起来吧，那我就种在这边吧。这个好干净哦，这是狼蛛岛。哎、欸，会不会掉下去啊？应该不会吧？这边好干净哦！玩游戏变成变态，天哪、啊！进来先滚一下，不好吗？就像我在玩轻松生存，去我家都要先洗澡一样啊！首播啊，这是首播啊！看我跟你讲，这边如果一个地震，一个海啸，我的狼蛛全部喷到海里面去了。如果我跟你讲，明天遇到那个昆虫商人，就真的神作。我原本以为我十二点后就关了啊，我怎么知道遇到狼蛛岛啊？这边是坏小孩，不听话，不乖乖睡觉，才会被关来这边，然后就变成狼蛛了。有个童话故事叫《狼蛛婆》，很恐怖哦。很久很久的故事，我怎么推不动？推呀、啊，推呀、啊，推呀、啊，推呀、啊。推啊，推啊，有那么惨啊？哦，这边极限了哦，这边就好了。好了，狼蛛结束，哒啦，哇啪啪啪！哦，你真的帮我做了、哦，我想说我讲讲而已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既然你做了就不客气了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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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至少给我网子吧。给我网子，我才能敲你头啊！哎，对耶，他会扭屁股哎。哦，呼噜，你屁股也太翘了吧！我天。哎，还有什么都忘记了。我除了那个啦，洒水器跟那个弹弓不用，因为那家里有。哎，我会不会真的很流氓、很乞丐啊？明明人家这边拿 DIY， 哎，然后还叫人家做东西给我。哦，钓竿，对啦。没关系啊，我回家做了，我回家做了，没有啦，那剩下我回家做，剩下我回家做，我回家做，我这样，这是谁家啊？好漂亮哦、喔，阿四，我靠，好丑！哎、欸，他在做东西，我去问他有用吗？还是只有岛主才有？而且是大猩猩。你要给我东西吗？杀！好。问他两次。抱歉，聊天室太慢了。积木桌，哎、欸，我喜欢这个。结果他是给我一模一样的，有没有？他一定觉得很烦，想啦，扣扣扣扣扣扣，我进来三次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又来了。
你要给我药啊！你没有药吗？你在做什么？哎、欸，呼噜没礼貌。我们在忙。我知道哦，我刚刚学到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带回岛上给没学到的人学。那太好笑了吧，白痴哦、喔！哎、欸，那个星星也是我今天刷手，那天刷手时候刷到的啊。估计是1:20啊，半小时快了，什么半小时？还剩5分钟好吗？搞不好下飞机就已经20分了。哎、欸，狼蛛！你们看到吗？他在我家地盘上撒野，我的天！会不会走过去就没了啊？啊，算了啦，没啦，不见了，不见了。我可以做狼蛛岛了吗？他是叫我做狼蛛岛吗？请问 ，excuse me？ 哎、欸，聊个天啊，米熊。米熊、哦，你是光熊哦，我怎么想米熊啦，不好意思，光熊。我，哎呦，我看我瞄一下聊天室啦。哇哇哇哇哇哇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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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。哦，转转转！你哪里跳起来了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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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！不是沉迷狼蛛，我靠！真的很饿，你看狼蛛会看到饿、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听说狼蛛拿去炸，我有看啊，那个国外那个非洲那边的影片。就是他们会去抓狼蛛，然后拿来炸，然后会把狼蛛的毛先用火烤，然后之后再清洗，因为狼蛛身上的毛有毒，然后之后就拿去裹那个面糊，然后就是拿去炸。有一个部落啦，不是非洲一个部落，他们很爱吃，好恶，可是那时候主持人也不敢吃，就吃了一口之后说：“嗯，还不错，可是不会有下一次。”那就好像就是好像记什么3天会吃一次狼蛛大餐，就全家大小一人一只狼蛛这样，来教小朋友怎么抓狼蛛。我还记得哦，他是说先压，就是拿东西压住狼蛛的背。哎，所以这个是真的不能丢，对不对？樱花棒，不要把是什么？是不要丢掉吗？还是要丢掉？丢或不丢，这样打，不要扔。好，很难做吗？我去看一下好不好？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要干嘛的、欸。我知道这个是变身棒棒啊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。然后再继续讲狼蛛的故事。说谎，身上的毛会越长越多，然后会让你全身发痒，你会开始莫名其妙多了好几只手。然后你的鼻孔的毛变成獠牙，越来越硬。你就是用你的鼻孔的毛吐出那个咬出分泌出毒液，然后把你的猎物咬死。怎么这是要吓死谁？是真的啊！蜘蛛那种有毒的蜘蛛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先注入你的那个体内嘛，很认真的用它的那个分解你体内的那个虫子，那些都是外面硬里面软嘛。所以他们就是很好，就是注入体内之后，直接很像在吸珍珠奶茶，用不像会结网的蜘蛛，结网的蜘蛛就是他会把那个吃的一干二净嘛，那是因为他们还要把那个自己吐出去的丝，然后再回收。然后狼蛛的，我记得狼蛛，
的猎物啊，包括老鼠啊、昆虫啊，以及同类，长得比自己小的同类就也会照样吃。然后最好笑是狼蛛不会结网嘛，他会找一个洞穴，有可能是那个猎物的洞穴啊，这样子。啊，结束了？不是啊，我跟你讲。我讲干话的这八分钟完全没有狼蛛，我没有剪进去而已。哇，看这边哈，嗯，来，我来，嘟嘟嘟嘟嘟，我看杰伦有没有回我，好，杰伦没有回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当当当当当当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好了，所以没人要点唱机，这转盘昨天给小雨了，因为我们要玩那个赌博系统。藤编，哦，藤编系列，铁桶，露营床。体重计啊，这个寄给 Bobo 好了。Bobo 昨天因为他的岛民送他体重计，知道吗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好啦，都，看这这么贵，有个十百千万。你要来 DIY 吗？好啊。应该都没有了吧？应该你们都有了吧？我先去骗 DIY， 再回来。好，身上格子够。嘿，换一首歌。好适合他唱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嘟嘟嘟嘟嘟嘟。好，小马，我过去了。
哎，骗我，没有人呢、欸，还是那是密码？大忘了，抱歉，抱歉。哇靠！结果你们在群组里面已经开始在聊了，我的天哪！所以你们现在是去谁那边啊？真的耶，他们在群组里面在喊价，好恐怖哦，都是几百万几百万在喊的。哇，我没有白板呢。哪边有 DIY 剪？不吧，哪边有 DIY 呢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好可爱哦。哎，光雄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网友了、欸，我当然知道啊。为什么口头禅是小章鱼？你改的哦。我家好看哦，相较之下我家。哦，你是全部有大改是不是？也太整齐了吧，天！干嘛？
没的话我走了。我还忙什么？天哪！你的地好丑，有吗？哇哦！看到个小可爱，哎，干不对局，我有没有寄衣服给你啊？你要的那件蓝绿色衣服，我是还没寄给你啊。问一下哦，哎，不对。你看，岛民全部都在这边，只是像个社区一样。想想好像不该这样子盖的。最热的颜色。选橘色的你是个温柔开朗的人，但有时也会害怕寂寞。洋葱。哎，他这边有，这是卤肉饭吗？哦，不是哦，打蛋的而已，不，打面糊的。啊，忘记问他了吗？糟糕！我们石头今天还没挖完。感谢海豚20颗星星，感谢。哎，有点想开到六点去睡一下哎。哎，怎么又在做东西？你在做什么？
送过了吗？送过你没？哎、欸，好，我们刚刚看到哪里了？应该还要看吗？小物品。吓人哦！唱歌喽，没有吗？啊，挖石头。我刚想去躺一下，哎，我好，头好晕哦。
不行，我真的要睡着，我等一下关台好了，我去躺一下。可能八点才开台吧，可能啊。嘿，哦，吓到我了。要进水里呀，快一点。监视对讲机那什么东西，好好奇哦，看一下。哎，这么多哦！好啦，我先去休息，那我晚点见喽。晚点再见，这我晚点再看，我要先去睡了，我好晕哦。各位晚安，拜拜。先存档。哎，这是监视什么对讲机？看一下是干嘛的。哦。好，各位晚安，我们晚点见喽。